近日，吴京带着自导自演的军事动作电影《战狼2》以及众主创演员在全国各地进行着火热的粉丝见面会，但是原定在7月16号的郑州宣传活动却被强制取消。上午10点左右，吴京微博晒出当地公安局发出的对此次活动要求停止的通知，并对粉丝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更承诺回头补上。本以为只是一种推辞的说法，却没想到一个小时后，吴京携于谦在机场候机大厅就立马完成对粉丝的补偿。视频中，吴京身穿黑衣黑帽，旁边的于谦则是穿着花哨的印花 T 恤，顶着标志性的菊花烫发。两人面对镜头，通过相声中捧逗哏的方法，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歉意。吴京更是硬拖上于谦，承诺在电影首映后包10场，请粉丝免费观看。随后，于谦立即转发此微博，并表示少吃一次烩面，多请几场电影。粉丝纷纷表示理解，毕竟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。为了缓和气氛，不少网友更是发声调侃，表示这是要和谦哥去烫头吗？所以真的实在的抱歉，不好意思。你别老说客气话了。咱俩，7/28之后包10场，免费请郑州的观众朋友们看，怎么样？别拉着我，好吧，没有问题。